家好，我是程潇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越讲越了解。到中国香港旅游，不管有时间没时间，都一定要去太平山顶走走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就冲着这个岛上最高点可以鸟瞰整个维港的美丽风光，就值得我们前往。搭乘复古气息浓厚的小火车，远离繁嚣都市，展开一段神奇的旅程。在太平山顶放眼望去，密密麻麻的高楼、迷人壮阔的海景以及翠绿山峦互相完美融合，夜幕降临，万家灯火映照在维港海面，绚烂耀眼，这样的景色令人流连忘返。有机会一定要到太平山顶领略东方之珠的魅力。